防控这些比较有利。所以呢，就是说政府的态度、政府的策略对这个运动的应该影响非常大。我们要探讨它所面对的政治经济结构。再者呢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什么在21世纪的这个几年里，这样一场文化复兴表现的如此强劲。很重要的一点与这个大国崛起的背景是息息相关，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非常重要。再者就是中华文化本身具有一种深厚的积淀。那么从我们的调查来看呢，就是说这个行动的参与者，特别是这些积极分子，他的这个精英，那么主要呢是对如下的一些问题呢做出反应，就是说他们之所以要采取这样一种行动，主要是为了回应这样一些问题，解决这样一些问题，比如说价值和道德的沦丧、拜金主义盛行、贫富分化、官员的腐败、整个民族和国家缺乏文化的魅力，还有西方文化的入侵，他们主要是对这样的一些东西做出反应。那么呢，这个政治经济结构呢，总的来看呢，就是政治空间有一种有限度的开放，这个呢，为这个场运动的兴起呢，还是提供了相当大的这些可能性。还有就是政府也有重建社会道德的需求。再者呢，政府也有通过复兴传统文化抵御西方文化压力的这么一种需要。再者呢，政府也在重建官方意识形态的方面呢，可能也需要这个动员和利用传统文化的资源。正是这样一些综合性的考虑呢，使得政府在这几年里对传统文化的复兴采取了一种容忍、支持这么一种态度，甚至呢，政府自身的这个身体力行呢，在这场运动的这个发起和推动方面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。那么，但是为什么就实际上在90年代初期的话，中国政府也曾推动过这个国学热，但实际上那个国学热几年经过了2、3年、4、5年就无疾而终。为什么10年以后这样一场运动不但可以很好的兴起，而且有强有力的民间基础？很重要的一点和中国的经济成功和中国综合国力的成长非常有关。这里面我引用的是亨廷顿的一个模型。那么他认为，在非西方国家文化发展的一个有这么一种可能性，它叫做改良主义，就是黄色的曲线表。那么伴随着工具文化的现代化的成功呢，那么终极文化的西方化，它不是一个直线上升的过程，而是一个倒 U 字形的曲线。当这个国家经济上、政治上、军事上获得足够的成功之后，那么人们的民族的自信心开始回归。那么在这样一个民族硬力量带来的信心回归的过程中呢，也会影响到人们对自身这个民族文化价值观的这个重新的认定。所以呢，是伴随着一种对本土文化的这个重新的这个认同的一个过程。那么从我们在10个城市，从北京一直到西部的这个县级市来做的这个抽样调查来看，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序列的数据，所以我们用的是横平面的数据。这个确实从最小的城市一直到最大的城市，那么在高度对儒家文化高度认同者的比例，确实经历了一个这个90曲线的变化。从这个来看呢，这样的一个数据还是比较支持亨廷顿的那个假设。调查中国人是否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自豪的时候，其中问这个60%的被访者选择为什么自豪的原因是历史文化，90.8%的人认为，虽然我们中华民族不是最强大的，但是文化传统是最好的。那么在另一个问题里，我们问到，如果未来中国要进行道德重建，您认为下列哪个是道德重建必须依靠的精神资源？这是一个单选。那么被选中的频率最高的是中国的文化传统，然后是社会主义文化传统，这个资本主义文化传统是非常低的，排序在第三位。所以就是说，总的来看，就是说，中国已经告别了一个反传统，特别是反儒家文化的时代。传统文化呢，依然活着，并没有死去，而且比其他文化呢更得人心。这是这场运动得以兴起和迅猛发展的一个最深厚的基础。所以呢，就是说，这个目前的最近几年的这个文化复兴，
它有着一种比较深刻的综合性的根源，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，也不是一场误会。那么民间行动者的框架和这个行动，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参与者。从我们的这个调查分析来看呢，那么参与者与非参与者相比，这个男性明显的多于女性，然后党员的比例呢是非参与者的4.6倍，也是挺高的。职业地位呢比较高，收入水平也比较高，然后他们更关注媒体，有更多的国内外流动的机会，对个人的家庭生活呢也更加满意，对他人呢更加信任，有更强的社会行动感。这个更完整的数据在那个论文集里大家都可以看到，我这里为了节省这个时间。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，就是从参与者的群体来看，这不是社会中相对愚昧、贫穷、闭塞、猜忌、自私、没有发言权、没有政治权利、没有行动能力的人掀起推动和主导的运动，而是一场相对而言更加有文化、更加富裕、开放、信任、关心公共事务、有发言权、有政治权利、有行动能力的主流人群掀起推动主导的运动。总的来看，是一场中层主导的运动，而不是底层主导的运动，既得利益的完善现实的改良运动，而不是受损害者的反抗、起义或者是革命。那么他们的集体行动框架呢，我们主要探讨他们认识到的问题，以及他们认为这场运动能够解决什么问题。那么他们社会问题呢，得到的确认是最高的，像贫富分化，那么得到的确认最多。那么这个文化问题，特别是道德的价值观的问题呢，也得到了这个高度的确认。像政治问题和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方面呢，也得到这个确认。那么他们认为，通过不听传统文化可以解决的问题呢，那么主要来看，它就还是要解决一个道德的价值的问题，还有呢，就是说解决一个在全球化的时代，中国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文化能力的问题。那么参与者参加的活动呢，最主要的是属于具有直接的和这个效率比较高的教育活动，既恐。